好跳皮。 这是借财，送给菩萨的观众啊！借财，啊借财！狮子给的生菜，代表着生财。我今天要把这份喜、这份财送给现场的观众，还有电视机前正在看我们这个节目的观众，好不好？ 主题叫“遍地生财”。好，来，不管谁抢着没抢着，只要看见的就遍地生财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 和比林堂的这场舞狮比赛就要结束了。今天这场比赛，我们要给它取个名字呀，叫什么呢？叫“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”。还有一个，大家一起说好不好？挥环降仙。好。